讲到说，刚加入华纳的前几个礼拜，他的宣布的时候，很多的歌迷朋友，很多的媒体朋友都非常关注，然后甚至有些媒体报道说，哎，我们在争这个一哥，对，所以今天你是来踢馆？我今天是来跟你讲清楚的，讲清楚的。今天是来 PK 我的，就是我今天一定是非常的弱势，弱势，弱势的弱势。为什么？你可以肯定啊，人下面都是林太太。没有。我还要穿林太太。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。我们今天既然大家那么关心我们，就是谁是一哥这件事情，我们今天就来比个高下。咦，你刚才？超好玩，是没错。其实我们一定要讲清楚，人家可能觉得我们讲话有的时候会这样。对对对。但是其实我的问题在舞台上讲话就是常常这个破音啊。对。你的问题呢？我其实都有。你应该只有三个字，在舞台上只会想学不会。不是啊，你的三个字不是学不会啊。